Let us bow our heads for the offering prayer. 让我们一起低头诚心为奉献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差遣你独生儿子来到世间，为世人钉身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世人一切的罪孽，一次过的死亡，能够埋在地里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一切的枷锁，胜过一切的罪恶。主啊，我们求在你面前再次藉着今天早上的聚会，整个的短剧所带给我们的启示，重新的再一次将我们新心灵献给你，悦纳我们新心灵的奉献，更加悦纳每一位奉献你的人，祝福我们所献的都为主你大大的使用，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效法基督，愿意牺牲自己，付上自己，进入宣教的工场，为主你发光。求你自己亲自的引领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